宗教主笔护国佑民，全国宗教弘一大笔友。各位乡亲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乌日福德寺诶主任委员。最近全球性新冠状肺炎啊疫情，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，民心动荡不安哈，也有足侪人受着痛苦、甲惊吓、甲分离哈。宗教本于救赎众生苦难，安定人心，劝以众生奉行为志志。今仔日我代表乌日福德寺啊哈，咱罗哈众生神灵顶哈，甲咱这委员干事啊哈，志士人员共同为众生来求福，来祝福。在此祈求啊哈，愿透过乌日福德寺，咱八官甲八宝啊哈，的神威加持庇佑。希望大家会当早日脱离疫情的威胁甲折磨，一切得以圆满，无碍。今日吼，我代表咱乌日福德寺咱所有的信众吼，诚心诚意来祈求啊吼，全国全世界会当顺利来脱离开这个疫情，早日吼，这個、疫情会消灭。感谢各位。